主播，你们这队是残疾队吗？一个没肾，一个公主病，一个近视一千度，一个大舌头，一个长不高。哎，干，你这样一讲，好像听起来好像真的超像残疾人的。没有肾啊，大舌头啊，公主病，长不高，近视一千度啊，干，全部人都有问题啊。